何雅詩同埋鄭俊雲喺11月7日正式簽紙結婚同埋擺酒。今日陳瑩就分享一對新人聯同眾多好友前往女家過大禮嘅開心片段。陳瑩、賴慧玲、蔡思貝等人都有到場慶賀好友。片入面大家都興奮拋起餅，女家嘅吊燈仲掛上咗一對新人名嘅裝飾。何雅詩接受传媒访问透露，未婚夫赠送鲍鱼、花胶、金珠链等丰富大礼，令爸爸相当满意啊！